我发了。
算低的了，你要再看清华三本院高哈，黄还有那个。刚好拿到山上了，就是天亮了，然后看。对。你们有二十岁吧？二十岁。然后我再让你马上闭着那，对了，我觉得会撞头。北坐在北方高啊，拿这个青个翻译馆，跟那个翻译馆的意思。你想不想？俺那翻译馆呀，就是他。这个他要干啥？你猜干啥？